中共病毒重创北京经济，冲击超出想象，多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三类人不许出城，北京城近乎封城，市民大多为避免接触感染而减少出门，许多餐饮、酒店和娱乐等事业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北京周边的地区经济也受到严重波及。而不止首都北京市疫情未歇，中国经济重镇上海市也新增本土病例。中国南方六月初以来暴雨成灾，官方更连续发布29天的暴雨预警。不过，南方水灾的同时，6月29日，网传视频显示，当天新疆伊犁、塔城、巴州等地均降下鹅毛大雪，白茫茫一片。网友不禁感慨表示，今年在新疆长时间干旱后，难道要再一次出现灾情？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之际，香港新股 IPO 蜂拥而至，出现今年新股市场最拥挤时刻，连续两天至少14只新股挤进港交所招股，出现中资在香港逆势扩张的现象，印证了早前关于中共正在按部就班展开内定的留港不留人计划的说法。有评论分析，中共塑造恐怖肃杀气氛，让港人害怕，等人跑掉了，他们再进来接收资产。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各国严密注意中。而早在6月19日，英国驻中共大使馆曾就港版国安法一事发表正式声明，没想到却被中共直接在微信上删掉这篇声明。6月29日，英国驻中共使馆再度发文表示，该篇文章在被删前2小时就创造了35万人点阅。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